小胖快跑家的车轮饼来活动了，姐妹们啊，日常19.99给咱们不是发10个吗？现在下单多送2个，而且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券啊，现在有一个立减，你们点开链接看一下，如果是16.多咱们就拍啊，到时候给咱们发12个，有抹茶的、南瓜的，还有黑麦的，它都是纯全麦的，没有添加蔗糖的，果仁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5%的，咱们身材管理其实特别好，你就平时日常拿它当一个解馋的小甜点，面包是不是都特别好吃？它里边这个果仁量真的特别多啊，里边有红豆、核桃，还有红枣，虽然它没有添加糖，但是它这些谷物带来的香甜味吃就是刚刚好，很好吃。嗯，这个抹茶味还是很浓郁的。嗯，它谷物的添加量真的很多，姐妹们。每一个都很扎实，饱腹感特别强，纯粗粮的，就是咱们小指标高高的，也可以随意的吃。这个真的很香，你们来看，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的，吃起来就是刚刚好，尤其它搭配这个大量的果仁啊，它就会更香。咱们身材管理机一顿来，这每一个当做你一餐的碳水主食是刚刚好的。馋了饿了，你当个小下午茶，多么的解馋呀！这可是纯纯的优质的碳水，哇！它那个果仁的添加量真的有点惊人呢，你看里边好多好多，就真的特别香，姐妹们。快手平台独家的活动，其他平台是没有的，嗯。到手才合1.多块一个。就这才1.多一个，多合适啊，老铁们，是不是真的好吃？每一个都是果仁特别多，而且很香，你不会像吃别的粗粮似的，你会觉得它难吃，一点都没有，你会觉得它挺好吃的，它还居然很好吃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们点开链接看一下，有券咱们就抢上一单啊，真的很合适，之前就没有低于过19.9的。嗯，每一个口味都好吃，姐妹们，真的不踩雷的一款。